中秋节的团圆饭上肯定少不了这道花开富贵，寓意着团团圆圆，蒸蒸日上，幸福美满。首先五毛钱的冬瓜给它去掉老皮，像我这样切成薄一点的片，撒上少许食盐杀出水分。两块钱的肉末加姜、葱、盐、胡椒粉，半勺生抽，一勺淀粉。家里有条件的可以戴个一次性手套，抓拌均匀，干净又卫生。我已经连续分享几百道详细的美食教程，一直以来都没有得到您的小红心，上个视频真的是太惨了。今天这个视频您就点个免费的小红心鼓励我一下嘛，非常的感谢。这时候冬瓜也杀出水分变软了，像我这样用手卷起来，中间放入肉馅压实，摆成一个花开富贵的造型。有条件的打入一个我刚顺产的蛋，水开上锅蒸八分钟左右，蒸出来的汤汁不要丢，留起来备用。放葱花，浇热油，激发出香味。鲜美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大厨按比例熬制好的白灼汁，9.9块就有两瓶包邮到家。饭店的清蒸鱼、白灼蔬菜、白灼海鲜蘸料都是用它做的。这样做的花开富贵，孩子一口一个，好吃又好看。学会了中秋节，你也给家人尝尝吧。